一条线，两条线，十条线，百条线，家里红仔的运命，条条着靠人来搬，感情线。生命线，事业线，智慧线，你甲我的运命，敢是双手拼的赢？谢谢平燕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唱的这个家里红啊，是只不过是牵连着讲，哦，到底是牵线的人，或者是被牵的人，你是互控制迄个，只是一个影尔，唔是规个人生的阶段。这首歌曲并不好唱，但是这首歌是一首足好的歌，所以安尼一比较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今日小平。你若有可能输的时阵，你要心服口服的说：“哦，还好我跟阿公有比赛过，我有了这个经验。”那我也更加的期许，阿公是金曲歌王，我更加的期许小品，你会当看到阿公的影，学到一个经验。未来我期望金曲歌王能够创下最小年龄的纪录，小品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给你鼓励，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的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，讲一下那个品宴。那我觉得你唱这首歌就如同你就发现说，哇，原来人生是就是灰尘。那你现在这个人生的主题要你来诠释，所以你要诠释它的方法就是你要让你要拍打一下灰尘，然后飞扬起来，看看灰尘一进一动是什么状态啊。然后呢，广才跟杜君辉老师呢，他们唱的歌就是灰尘慢慢掉下来、沉淀下来的状态，所以你们两个刚好就把这个人生的味道诠释得很完整啊。